是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带。我晚上化妆起来。再见。拜拜。吃不下，没见过这些菜，因为我们吃一菜一饭，吃挺好的，因为我一般都两盒起。这是你第一次吃这个包吗？嗯，小朋友每天下午都会吃这个。只有小朋友能吃。对，我们只能在里面赚钱。其实真的还好，就是很累，但是真的很开心。这是我今年最开心的时候，这完全在我意料，都不敢意料。哦，真的很神奇，我都懵了，真懵了，就是我难以形容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